你是紧张吗？现在各位女生不要怕别人看过了啊，不用太感谢我，其实我是在帮你拉票的，像我这种身材一脱出来所有灯都灭了，知道吗？好，既然亮灯的女生，这是最后一次自主选择的机会，请选择。想起没了，没关系的。其实你刚才没有帮他拉到票，你要不让他拖，也许我不会灭。这一拖怎么了呢？就是我没看错的话，好像他有胸毛是吧？蒙古草原我都说了，我不太喜欢有胸毛的男人。那很多人就觉得这很性感的、啊，就是很扎的慌啊。啊、哦，你也想得很遥远。陈敏，刚才你问问题是问的最多最细的，为什么灭灯？我觉得在学历上面有点差距。你对于男生的学历要求很高吗？也不算了，因为我自己是研究生，我希望他至少也是个本科吧。然后我觉得我能接受物质的匮乏，但是我没办法接受精神的贫瘠。我觉得我的另一半是应该可以在生活上和事业上都能给予到的。再来，话说话，任意的，只要他亮着灯。那还是不要问了，直接忽略这个环节。对啊，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外面了解会更好一点。好，这是你最后做出的决定。男生有话说的权利在你这儿被放弃了，但是下一个权利你没法放弃，因为五盏灯当中你要上去灭掉三盏。不好意思，所以现在三号黄和我们的十一号美宝来到中间。好，现在说句话给自己加加分，拉拉票。我觉得遇到正在感兴趣的男，不管他有多少男女朋友，他把孩子抛弃了，对吧？对他感觉挺单，对于男的你还有信心的。谢谢。现在谢谢，先别说的这么着急，因为接下来的主动权在于你。黄莹和迷茫，考虑三秒之后，你必须做出你的选择。如果选谁，就去牵起他的手。当然，你也有权利放弃。今天现在，男生当家做主。三、二、一，请选择。好，可以和你约会吗？在我把祝福送给二位之前，小萌棒，来来来，人家现在牵手了嘞。没关系的，我觉得没有挖不了的墙角，只有锄头硬不硬，我可以抢啊，没关系。冷静点，下去交关键。现在呢，我们要把掌声送给李刚和黄莹，二位牵手成功，走向你的幸福世界，同时让你把幸福。下一个男生大声说出你爱的开场白。北京的女生，大家好，我是侯开，来自北京，今年36岁，是一个创业者，公司小有规模，已经有初步的影响，成功的喜悦，我希望能与你分享。谢谢大家。听完爱的开场白之后呢，告诉你们，现在侯开也在挑选他的超导体和绝缘体女生，你们也要做出自己的第一次选择。因为前面的两位男生都太过于优秀，太过于大眼，所以真的，你们对于每一个180 Club 的成员都抱有如此之高的期待。把侯开请到台上来。好，这是你的学员，这位是超导体。你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呢？我觉得学员体的女孩子呢，我们可能风格不是特别搭，然后超级这个女孩子呢，她看起来我蛮喜欢她的目光。好的，谢谢。爱要大声说 ，OK， 30秒计时开始。你的兴趣和爱好，游泳、健身。工作最大的特点，为女性服务。女人的美丽、智慧和修养如何排序？智慧、美丽、修养。最拿手的私房菜是酸菜鱼。
最喜欢的女歌手是？蔡依林。一个词儿概括你外形最大的特点？俊朗。你认为哪本书是女人必须要读的？是我们东乡逝去的青春。好，效率很高。但是你觉得爱情保鲜的方法最好的是什么？两个人交心的互动。他喜欢酸菜鱼，说明他脾气蛮好的，容易受欺负。他喜欢那种伴侣的爱，是的，非常白头偕老的感觉，注重和对方进行深层次的沟通，同时呢，他也渴望被对方深深的理解。谢谢，谢谢孙老师。好，这是你在这个爱要大声说环节给出的回答。十八位亮灯的女生，请选择。十八盏灯，现在还有八盏。张晨雪为什么灭灯？她的年龄稍微有一点大了，因为我看上去会比较像小孩的感觉，可能跟她不是特别配。你怕出去逛街会有人认为你是女儿？丽丽，我喜欢她头上那个光光的那个感觉。你介意女生这样说你吗？不介意，因为这是她的权利。我觉得头发少的男人呢，他会更性感。秃顶的脑袋才会长毛。李玉，你的理由？我是觉得一个女人，修养是最重要的。然后她排了第三位，第一位她把智慧排在了第一个，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有点笨笨的，不是很聪明。哎，对啊，好看，很多男人都喜欢这女人，傻傻的，挺可爱的。我说什么你就觉得这是对的，然后可开心的去做了。你为什么喜欢一个聪明的女人？聪明的女人可能很麻烦。因为聪明的女孩子呢，她会有很多可爱的地方，你会比较能持久的欣赏她。如果是她太傻的话呢，一开始可能会觉得可爱，但是呢，你看的多的话呢，你会觉得着急。很傻，很天真。对。好，这是女生给出的灭灯的理由。那是因为现在场上只有八盏灯为你亮着，所以前方十八格的助跑距离为她灭掉十格。OK， 挑战开始。OK， 你跳到水里了，所以你可以获得波亚提供的海洋水动力早晚水一瓶。我问一下，你要换衣服吗？还好，不需要换，就这样。对，我觉得成功的路上呢，总归有挫折。所以说呢，我承受挫折。这就是一个有过创业经历的人，并且是有过也许很惨痛失败教训的男人，能够在这个舞台上说出来的话，我觉得你真的很成熟。为什么选这首歌？大家可能听到了，就是最真的梦。我还是抱着最真的梦来，希望和大家能分享，然后呢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人。哎，你这扣子开了，你要系一下线啊，刚才运动太过于激烈。很多女生看到您刚才的表现呢，我不知道是失望还是会觉得会更有期待，因为他们现在要做出下一次的选择。有三位灭灯，夏蓉。把灯保留到现在，是因为我也非常喜欢那本小说，这是我们终将腐朽的青春。但是后来你走了近处，我看了一下你样子吧，好像我们的年龄差距还是太大了，而且你选的歌我也没听过，估计我们会有代沟。好，谢谢。现在我想问一下十七号陈敏啊，你刚才之前也说你还是一个学生，而侯开的年纪。他也告诉过各位，你的灯依然亮着，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年龄差吗？我喜欢自主创业的男生，我觉得这样的男生比较能够吸引我。我发现现在跟你说话都开始有点不自然了，都开始出现就是小女生撒娇的那种状态，我觉得他这样就很吸引我。当你身体开始扭动的时候啊，就证明好感就来了啊。我看你的眼光越来越细，这个女生很典型的是那种我们称为恋父情节，他喜欢一定是那种成熟儒雅有风度的男人。